大家好，我是阿三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你看，这个人狗见识了，它的皮是长这样的。对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插在那种有灰壤的，那种灰有灰壤的堆肥桶。你看啊，会不会直接陷下去？很奇怪，其实也不奇怪呀、啊，就是蛮可以的。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